彩虹山庄啊，这是我看的地理耶。我们跟着来的，在 I-90 上面，联保上师开车，那时候就看到这块地上升起了很大的彩虹，那个彩虹啊，像一个大柱子一样那么高，哇，升到天上。我跟莲宝上师讲，追着那个彩虹走，就追追追追追，追到那个啊，这个 North Bend 啊 34 Exit， 然后就下来找到这块地，就是彩虹升起的地方，所以那时候才起名叫彩虹山庄啊。生机啊，七星落地啊，前面有一日岸，奇山古山，就三个山啊，后面呢是彩虹山、沙帽山，这边是贵人峰，那边是平峰山，哪里去找这种地理啊？七星落地啊，还有天马山。七星落地的地理啊，这地气很旺的，七星落地啊，这一块地不得了的啊，这个不知道旺几世哦，我靠，到时候可以旺啊，旺很多世的，可以旺，一直旺。告诉大家，在彩虹山庄的地集体的生机还是有很大力的，因为这里是一个地气如洪流的地方，洪水流动的地方。